九十岁嘅胡枫纵横演艺圈70年，仲喺中秋节下午喺红馆举行一场收割90型金秋无限风骚演唱会2022。而为咗力撑收割第五次踏上红馆，今次就破天荒有21间主办单位参与，有80位嘉宾支持，部分会以饮宴形式坐喺舞台上面，而收割一家亦都会总动员出动。日前收割就去到音乐总监杜志慈嘅屋企作客练歌。杜志慈形容秀哥是一位好好抽的 BB， 秀哥不单止可爱，还相当之醒目。而杜志慈亦都佩服这位老人家，连续3个钟头完全没错过，而秀哥就有点牙漆漆了。以前练歌，我看生同我练，他说我都弹到累了，你站在这里又动又静，你都不累了，就是怕他累了。我不会，我怎么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他更加表示演出的时候不需要靠字幕机提示歌词，从来从来不看望。你真的记得差不多，你之前背了余安安，余安安你知不知道余安安，他最上那次看我整晚看着我，有没有愁望啊，冇喎、啊！我话你嚟听演唱会啊，话睇我有冇受伤啊！记者即刻大赞修哥记忆力好，而修哥就即刻搞笑咁表示：所以你唔好得罪我啦，如果你得罪我，我记住你噶啦。90岁嘅修哥认真鬼马，佢近时先将杨慧演绎30首歌，提到之前 TVB 为咗修哥贺寿举行嘅人生90号风 show， 神隐好耐嘅契女林忆莲亦都罕见露面，拍片向修哥送上祝福。片中见到忆莲戴住黑框眼镜，头发束起，完全归于平淡。记者追问修哥会唔会请埋行踪神秘嘅忆莲现身舞台，修哥就醒目咁回避：佢喺外埠啊，点到啊？反而喺身边嘅杜志慈就抢答指忆莲身处英国，不过修哥就继续口密：喺边度咧？我都唔知。佢讲咗啦。啊！佢講咗係邊度啊？英國。英國。嗯。啊！我都唔知喎。係咩？總之喺外埠啊。哦。佢狀況啊，都唔知幾舒服、幾安樂、幾開心。係啊。佢最緊要嘅就係個女。咁既然係同個女一齊，你話佢開唔開心？佢呢個人好內斂嘅，唔開心嘅嘢，又唔講出嚟；開心嘅嘢佢又唔講出嚟。若果唔唱就嘥啦，千祈唔好唔唱啊！杜太專登為秀哥煲花膠雞湯，補下腳骨力。秀哥邊飲湯邊口花花。花膠啊！嚟到呢度住有得食嘅啫，唔係，我咁大個仔都未曾食過花膠啊！真係識講笑，真係識講笑啊！識講。秀哥堅持人生就係要搞下笑。我好開心啊！當然有啲缺陷啦，係咪啊？啊？咩缺陷啊？咩缺陷喎？咁我太太唔喺度就缺陷啦。我而家有酸有塞嚇，幾好啊！個個朋友對我都好好嘅，好到自己都唔信嘅。疫情緊張嘅時候，修哥，你今日唔使整早餐，我買點心上嚟俾你。而家修哥日日行路养身，就算喺屋企都会唱住歌嚟行。唱歌又系我生活一部分。我喺屋企一路行就一路唱嘅。由真系由朝唱到晚嘅。唱咩饮歌啊？多数。唱咩饮歌啊？谂到
哪隻歌就唱哪隻歌的，不要說規定的唱的。秀哥更加舉例子，他突然想起張學友的楚歌，還積極唱回兩句。祠堂有鴛鴦，心裡想前唱，越是故鄉光越亮，已照在愛河上。另外，秀哥不靠打牌來鍛鍊努力，沒打很久了，戒了十幾二十年了。為什麼啊？為什麼戒了十幾二十年啊？有一晚打完麻雀回家，見到太太一個人在那裡看電視，我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，應該陪著她。好戀男啊，真的這樣啊？那就好了，不打了。秀哥堅持現在一定要令到自己開心，又活了大半世還不開心，差不多。差不多什麼事情？